永远不走。要不现场你和姜老师 PK 一下，唱一句歌词中含水的歌曲。给我一杯忘情水，我的爱如潮水。我的爱如潮水什么？让我向你推。姜老师现在一下就把这个北大百灵鸟的称号给冠名走了，我都替你感觉到不服气。水，还有什么？节目组的帮我想。走到端水水更有味，咱俩就已经合作了一下。我们居然连水的结构还没有完全明白。您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去探索水的微观世界，你该怎样保持科研的节奏呢？态度不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那么究竟在微观世界里，水的结构到底是什么？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现场四位好问青年，也欢迎我们100位云端的在线观众，欢迎大家。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做了这段时间开讲之后啊，接触了很多的科学家，我就突然发现，就在我们身边，也许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些东西。直到今天为止，科学家仍然有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关于它的100%的奥秘。就拿我们最熟悉的，支撑这个星球上生命系统的几大要素：空气、阳光、水。水大家觉得应该很简单吗？分子是 H2O， 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但是，你们知道吗？科学杂志曾经列出了125个本世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难题，其中有一个就是水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我还挺惊讶的，我说啊。原来到今天科学家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水的结构吗？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的这位科学家和他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对水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极致的高峰，从原子的尺度去探究微观世界水的奥秘。那么究竟在微观世界里，我们平时最熟悉的水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雅特聘教授姜颖。有请姜教授。你好，欢迎来到开讲，来吧。谢谢各位，请坐，请坐。哎呦，您好年轻啊！我82年，感觉您就仍然还像是在学校学习的那学生的状态。是，我经常跟学生一起打成一片。就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确实如此吗？直到今天，我们居然连水的结构都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是的，我们还没有完全将它搞清楚。那 H2O 不就是它的分子结构吗？我其实最早的想法也跟您一样，但是水它的复杂性并不是在于它的分子本身，实际上是分子和分子之间它怎么样组成了一个这种水的网络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才是它最复杂的地方。就单独一个水分子是简单的，但是所有的水分子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了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水的时候，它的结构就会千变万化。所以你们干的事情就是肉眼基本上看不见的事情。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两种图像，右边这个就是水分子图像，左边这个呢是黑洞的图像，其实它是非常的接近，对，形状很像。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非常的惊讶，我就直接把这两个图像放在一块对比。哇，我觉得这个真是大自然非常的巧妙。我觉得这两个图像搁在一块儿啊，就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水搞不好就是自然界最小的，它的分子可能就是个小黑洞，就是个小黑洞。其实这个水分子图像跟我们想象中是不一样的，嗯，并不是我们看到是一种微型的。然后它们的位置大概也是在这个地方吗？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图像并不是反映的水的真实的这种骨架结构，而是因为水它本身的原子是带电的，嗯，就氧原子是带负电，啊，氢原子呢是带正电，嗯，所以你看到中间那个亮的地方，嗯，是带负电的氧产生的斥力，然后旁边那个环状呢，是因为带正电的氢形成的吸引力，所以它是一个带电的一个分布图。对于像我这样的基本上零基础的人，您会怎么告诉大家，你们的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让水呈现出它的真实面？我们的研究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显微镜，去对水进行成像。但是我们的显微镜并不是大家通常熟悉的那种光学显微镜，不是靠光线的反射来观察东西，而是用一根非常细的、非常尖的一根探针，去感知，去触摸这个水分子。这个有多尖呢？大概它的最尖端就一个原子的这样一个层次。一个原子大概和纳米也就差不多，比纳米还要小，纳米是10^-9次方米、嗯，那么原子呢应该比它小一个量级。我曾经听我们节目组的导演说，你们的工作有的时候跟做外科手术很像。对，我们不光可以用这个探针来对水进行成像，我们还可以去操纵它，啊，就像一个手一样，我们像用一根很小很小的手，在表面上去拨弄这些分子，拨弄原子。这个图像重现了去操纵盐的溶解的过程。我们首先把这个氯离子先拎起来，产生一个空洞。这个淡蓝色的就是氯离子，然后把这个水分子呢塞到那个洞里边，啊，这就是盐的溶解过程。我们在微观世界可以用这个探针完全的把它控制得很精妙精确。对，你其实就有点像做手术，对吧？有点像您在用那个探针去微观世界里搭积木的感觉。您可以把原子拆分成像积木的小元件一样，对，小零件，对，然后一点一点的按照你们的想法，是的，去进行拼接组装，然后揭示出它们的特性。是的，就是这样。手术刀需要很高的精度，是吧？要不然切错了就不好。我们针尖也需要很高的精度。这个精度呢，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大概是皮米量级。皮米就是比纳米还小，小1000倍，就是需要这样的稳定度才能去操纵原子。这个尺度到底多小呢？如果你把1米放大成为月球跟地球的距离，那么这个1皮米实际上就是大概相当于10根头发这样粗的一个尺寸。您在做实验的时候，如果有人从旁边那就完了，稍微脚步重一点过去，是的，就那种震动，那就足以致命了。那么今天在您来之前，我们也给您做了一个画像，然后用4个关键词描述了一下我们心目当中的江颖教授。北大百灵鸟，这个好像在我毕业之后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称号了。您成名作是哪一首？这个我还真是没有想过。其实以前，学生阶段其实唱的比较多的就是《一路上有你》。那我知道了，就是嗓音比较浑厚的那种。然后气息底气比较足的那种。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我是江老师的学生。哦，呵，江老师，北大百灵鸟这个称号，绝非是浪得虚名的。你可以看到北大各个晚会上都会有江老师的身影。真的吗？对。小夏老师，您在合唱团的这个《光辉岁月》。其实在北大现在还是广为流传的，很坎坷。对，江老师现在一下就把这个北大百灵鸟的称号给冠名走了。
我感觉我都替你感觉到不服气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当年怎么说也是个学生，现在如果一位教授能把北大百灵鸟的称号拿走，那是证明北大的这个艺术水准在提升。对，我想的是，要不现场您和姜老师 PK 一下？可以啊，有一个规则，我制定了一个规则，今天难得可以让姜老师按照我制定的规则进行比赛。可以，姜老师和萨老师依次的就这个。唱一句歌词中含水的歌曲啊，这还带飞花令的呢，这个。然后两个人交替进行，看看谁的小曲库能够坚持到最后。你的柔情似水，哇，好好听啊！这应该是齐秦的那首是吧？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哎、对，嘿马上就能说出歌名。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嗯，来，您来，赶紧想下一个。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你的南指挥。哇，太棒了！爱如潮水什么？将我向你推。是不是？姜老师还负责给我提词儿啊！洪湖水呀，万泉河水，情悠悠。哎，是我唱，我是不是唱错了？好像是，好像是。万泉河水，情悠悠，我和爹爹送红军。对。昨日像那东流水，你我远去不可留。昨日让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我说你，咱俩终于合作了一首，可以了吗？都很强。好，我们打个平手啊！而且居然最后一首给我俩对上了。抽刀断水，水更流，而且说的还真是水的特性，谢谢，谢谢。太开心了，我就现在觉得这当你的学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一点都不水的水哥，这个讲的就是您的科研的能力，嗯，和您的这个科研的成果态度不水的。接下来我们四位现场的好问青年，每个人可以根据你们最感兴趣的一个这个关键词来给姜老师提问。一秒钟有多长呢？从日出日落到石英钟，再到现在的时间磨合原子钟，从宏观到微观，时间的精度正在以夸张的速度不断卷起来。石英钟走一星期误差一秒，这好像还在昨天。原子钟百亿年都不差一秒就来了，人们为什么如此纠结于这一秒钟后微乎其微的小数点呢？大名鼎鼎的北斗导航系统，它的心脏就是原子钟。它利用原子的量子特性来获得精准的时间，0.001秒的误差就会差出300公里的距离。人在北京开导航，地图却显示你在石家庄。而假如导航系统的时间误差达到一秒的话，反映到距离上就是30万公里，一个不小心就差出了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啊！你会回来的。这是真正的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是的。我是一名研究冷原子的博士生，我们也是在原子世界去看到它，然后去盘它。盘原子。对微观世界的研究，帮助我们在宏观世界更好的生活。姜老师，您用10多年的时间去探索水的微观世界，请问这会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有非常多的人也问过我们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难回答。实际上对我来说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结果可以说还是停留在基础的层面，应该还没有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啊。但是水的结构研究啊，是可以跟人类的这个生存或者社会的这种发展是尤其相关的。在我们这个生命体里面，就比如说这个蛋白质折叠的时候，这个水在里面发挥什么作用，然后 DNA 碱基配对的时候，这个水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啊，还有对这个药物的研发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海水淡化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成本极高。如果你能够搞清楚水的结构，那么你就有可能有更高效的办法去剥离啊这个水，氢能这种绿色能源，把这个水通电，然后呢让水分解啊变成氢气和氧气。但实际上这个过程现在这个耗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个电能效率还是很低的，产生的能量还不如它消耗的。是的，而且这个我们水解的时候，这个电极一般用的是铂这个金属，所以非常的贵。如果我们从微观上能够搞清楚，哎，这个 H2O 氢氧，它是怎么断键的，那就有可能能够去通过调控水的结构来提升它的这个产氢的效率，其实这些方向也是我们现在实验室正在努力完成的。谢谢张老师。这全都是关乎到人类未来命运的大命题。张老师好，肖老师好。对，我是一名学习基础科学的博士生。看到张老师金光闪闪的履历过后，我其实是发自内心非常的羡慕。因为就从我自身以及我同学的情况而言，这个群体我们戏称自己为打工人，然后称科研为搬砖，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的论文戏称为学术垃圾。所以我很好奇，想问问张老师，您看起来已经很像一个就是天生就很适合做科研的人了，那您是否也经历过从默默无闻到走向成功的这么一个过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该怎样去屏蔽外界的干扰以及外人的眼光，从而保持自己的一个科研的节奏呢？天选科研人，觉得您是？其实也不是，我先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我在博士阶段的时候呢，在德国访问过大半年，当时呢全组在讨论开组会的时候都用的是德语，但我德语非常的差，可以说基本上不会，所以呢我平常只能靠猜。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糟糕的，经过大概一两个月，我发现我啥都没学会。所以有一天啊，我就再也坐不住了，我决定有些改变啊。那我就在一次讨论的时候，我就瞅准机会，就顾不上什么面子了，就把他们这个对话打断啊，就提出了我用英文啊提自己的问题。当然我提完之后，德国同事还有老师啊都非常友好的跟我用英文解释，解释了完了之后慢慢又回到德文了。那我呢，我也是这个厚脸皮了啊，我就继续又提英文问题，那他们又打断，他们又回答我的问题。那么来回了这样几次之后啊，这个他们可能觉得我太烦了，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提的问题对他们还有一点点启发，那么后来啊他们就开始用英文交流了。所以呢，这段经历实际上让我其实收获蛮大的。我本来以为这个故事是我决定要做改变，我以为接下来是说我用了多长时间刻苦的学习德语提高自己的，结果是说我要让他们都说英文。一般都说年轻人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要先改变自己，但是姜老师是我改变不了自己，我就改变周围的人。这个故事呢，我想就告诉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些挫折和失败，你甚至要厚着脸皮去向你比你优秀的人学习。你必须要抓住一切的机会，积极主动的去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和技能在你后来看起来一定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这就是我对你对初入科研的这个学生的一个小建议吧。对，不要怕，对，不要碍于情面，这个实际上是很要命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尤其在科学上。在科学上，是。谢谢张老师，谢谢曹老师。下一位。姜老师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组织我们去体育运动，但是每一项运动基本上都是姜老师完虐我们。在我们眼中的姜老师是可以兼顾许多兴趣爱好，然后都做得像科研一样好。什么是人类高质量导师？它可以是这样，哎呀呵，还有这样，
这样。最重要的是，他还是这样。哎呀，可以呀，江老师。江老师还跟下面互动呢，挥动你们的双手。我想问问江老师是怎么样做到的？音乐、体育、学术、科研，就集合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关键他还不是说蜻蜓点水。对，实际上呢，我这些运动啊、兴趣啊，其实并不是很高强度的。比如说我跑步吧，在很放松的状态下，他有时候会蹦出来一些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在跑步的时候，我有个标准，就是我尽量跑快一点，但是呢，还要保持我能够正常思考的状态。人一般跑步的时候都是进入一种放空的状态。我也试图不去想，但是很多时候它会有不自然的会往那边走。您是个特例，您是运动用来激发这个另外一个反应。对，您说的没错，就是激发大脑。激发大脑。对对对。所以呢，我建议哈，这个我不管我们实验室的同学，其实其他的同学也应该有一些这种业余的爱好和运动，啊，让你们在高强度的科研的同时啊，能够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能够激发你的大脑的潜能，它就会让您觉得很踏实，就是。哎，我至少有一个办法能够让我去尝试获取灵感。是是是，你们要也去试图寻找一下，不一定是跑步，因为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是的，澡堂子里冲澡啊什么的，这食堂里打个饭呢什么的。好，谢谢邵老师，谢谢江老师。今天江教授也给我们带来了题目，我们的100位运动观众咱们一块儿啊跟着答题。人的一生平均喝掉的水量最接近的是哪个？ A 一个标准游泳池的容量， B 一个集装箱的容量， C 一头大象的体积。这个量级你要明白就行。标准泳池应该是50米，50米，四条泳道，对，差不多。嗯，浅的这一端是1米2，深的那边差不多2米左右。我基本上有答案了，你选的哪个？我选择 A。你喝那么多水呢？我把我的生命想得比较长。人的一生就是平均年龄，70-80岁吧。有别的选项吗？我选 A。显然他很少去标准泳池游泳。你选的哪个？其实我也选的 A。博士生都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吗？看来不运动。我也选了 A。哇，完了！66%的人选了 A， 我选 B 啊。15%的人选 B。正确答案是。B， 萨老师，正确。现在科学的讲，人一天应该是在1升到2升水，往大了算，一年365天，80年就是56000多升水，56立方米，一个标准泳池可不止56立方米。集装箱的大小，实际上就是大概50立方米，这个量级。但是如果是游泳池的话，那得2000立方米，那大了好多倍。2000立方米，你得扔好几十个人在下面跟你一块儿喝。大象的体积呢稍微小了点。好，第二道题。第二道题，以下哪片雪花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形状 ？A， 六角形 ；B， 针形 ；C， 四边形。看过雪花吗？没从这个尺度上看过。但我知道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对。我先问一下，我们搞冷原子研究的博士。A 的雪花在我印象中是有见过的，潜意识里 B 好像也是见过的，所以我选 C。你什么时候在哪儿见过 B？ 就小时候在家的窗子的玻璃上，然后在冬天就能看到它有一层就是结冰的，就是类似雪花的一个。我也是选 C。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 C 的占到了77.5%。曾经有建筑师在开讲的时候说过，说你要仔细观察自然界中存在的那些，比如说动物的巢穴啊，或者是比如说蚂蚁的这窝啊，蜂窝，没有像人类建筑这样直直的大楼，方方正正的直角的这种。
C 太刻意了。C 甚至还有旁边还有那个刻出来的槽一样，就像人工像人工做的一样。我觉得您笑得很诡异，到底应该选哪个是吧？笑得我心里有点发毛。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确实是 C。好，祝贺大家。雪花啊，它最开始还是从一个叫冰晶的东西长出来。冰晶的形状呢，实际上是跟水的氢键的结构有关系。水分子它喜欢形成一个六边形的结构，这是因为氢键它的键角啊，这个限制，让它能够这样排列。那么，所以我们最开始那个冰晶，很小的那个冰晶，它也是六边形的，就是雪花的核。哎，那个核是六边形的，然后围着它慢慢长出来。但是长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因为长的时候它受这个空气中的这个气压、温度的影响，非常的敏感，所以它会长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如果它均匀长大，那就是 A。如果呢，它是纵向叠起来，对，就变成了 B。那么 C 这个四边形四重对称，在这个水分子的这个氢键结构里面，在常压下面是不可能出现的。哎呀，神奇的世界，原来您和您的同事所做的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解答很多过去我们司空见惯的。就习以为常的一些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江教授。好，请您为我们好开讲。好，谢谢谢谢。其实我自己呢和水也算是蛮有缘的了，因为我本身就姓江。另外呢，我从小呢在这个岷江的边上长大，小时候记得很清楚，特别喜欢在江里去游泳，然后也喜欢渡江。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在江里边有很多的漩涡暗流，然后我就被这些漩涡上上下下的拽的。这个可能就是我最早的对水的印象。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恩戈院士是做水的理论的模拟研究。从导师的这个研究啊，我就感到了实际上水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物质，它的结构复杂程度啊，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12年前，我回国加入了北大，成立了自己的课题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听到了一个英国来的，一个资深的水科学领域的教授，他做的一个报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整体感觉啊，那个时候，就是水的理论研究已经非常的深入了，但是呢，实验研究它的进展仍然非常的缓慢，在实验中要直接看到水的结构，太具有挑战性了。大家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比如说这个水分子，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人，我们人的躯干就是水分子的氧，那么我们两只手呢，就是水分子的两个氢原子，那么水分子之间它是靠氢键连接在一块儿的。那么这好比我们人和人之间牵手牵在一块儿。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水的结构，那么我们不光要知道这个水分子在什么地方，而且还要知道哪些水分子之间它是牵手的，而且这个牵手的这个媒介实际上就是氢原子。所以呢，氢原子啊，可以说就是解析这个水的结构的最关键的一环。氢原子的这个尺寸呐，还有质量都非常的小，所以还没有任何的实验技术能够直接的看到这个水里边的氢原子。我其实暗暗就下定了这个决心，能不能发展一些新的技术，能够直接的看清楚这个水里边的氢。当时我们突然就想到啊，这个水分子它实际上是带电的。那么如果我们用一根带电的针尖去扫描这个水分子，是不是就能够把带负电的氧和带正电的氢能够通过力的不同把它区分开这就是一个我们最开始一个很朴实的一个想法。当时呢有一种传感器它的名字叫音叉传感器。大家知道音叉，上音乐课的时候这个音叉呢它会发出特定声调的一个声音。那么如果我们给这个音叉施加一个外力，那么这个音叉的共振频率它就会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
通过这个频率的变化，实际上我们就能够去推测外力的大小。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制作这种高性能的这种音差的这个传感器，提升它的这个品质音质和它的灵敏度，最终啊，我们能够探测到很小很小的力，这个力的大小呢，我换算了一下啊，大概就是在1/10,000牛顿这个量级。这个参数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很多人的预期，而且呢，也达到了这个国际的这个领先的水平。那么实际上，这个音差传感器它的制作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学生们呢，实际上前前后后已经做了近百个这种不同类型的音差。我们平常看起来很稳定的这个手，如果放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下面，你会发现你的手会抖得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这个音差必须要在高倍显微镜下面来完成制作，所以呢，这个手稍微一抖的话，可能这个音差的制作可能就会失败。所以啊，我们学生经过反复的这个训练，他们的这个手的稳定度可以跟现在最先进的这种机械臂啊可以比拟了。我们还需要一根非常尖的针尖，需要把一根跟头发丝这样粗细的一根金属丝，像削这个铅笔一样啊，把这个金属丝削成大概只有一个原子截止的这样一个尖锐程度。这些近乎苛刻的条件其实花费了我们非常多的时间去探索，终于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第一次看到了水分子里面的这个氢的这个图像，然后呢也看清楚了这个水里面这个氢和氧它到底是怎么排列的。那么我们当时非常的兴奋，这意味着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水科学的研究啊带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大多数人啊在惊讶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结果是不相信的。我们把文章投出去啊，受到了很大的这个质疑啊。其中有一个审稿人我记得很清楚，他就直接说，对这个结果我感觉非常震撼啊，我看第一眼的时候我可能就要推荐发表了。但是我再看一遍啊，我非常怀疑你们的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种 artifact， 英文叫 artifact， 中文可能叫伪信号。那么这相当于对我们的结果实际上就宣判了死刑了。我们当时就从很高的兴奋点一下跌到了一个低谷，但是我们回来就对我们所有的实验的这个细节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检查。我们坚信呢，我们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里面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机制啊在里面。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西班牙有一个国际会议啊，我讲完报告之后呢，不出意料啊，全场呢众多的这些资深的一些专家仍然是有很多的质疑。但恰恰是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啊一个捷克的科学家，他在会后找到我，主动说，我相信你们的结果是真实的，而且我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想法可以做出一些解释。当时我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第一个能对我们的结果表示支持的一个人，所以当时我们决定逃会，我们会都不想开了，就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一起一直讨论到这个大会的结束，而且我们还有一种相见恨晚的一种感觉。那么在大会结束之后啊，我们经过这种非常紧密的合作啊，反复的实验和理论的验证，终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机制，最终让大家接受了这个水分子的图像，而且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同行也加入了水分子成像的这个研究。水科学的研究，大家也有一定的体会了，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科研上有快乐，但是更多的是一些迷惑，是一些挫折。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这些低谷的经历很有可能会变成重要的财富。是我做博后期间，我加入了一个顶尖的这个扫描探针显微镜研究小组。我刚到的时候，让我去自主研发一台
新式的科研设备。当时我很兴奋呐，也非常的憧憬，但是呢，接下来就把我所有的热情全部浇灭了。我在这个车间里面连续干了3个月的技工，我从早上开始用这个3维作图软件来设计零件，然后下午呢就拿着这个零件的工程图到这个车间里面用铣床和车床自己加工零件，晚上把零件拿回来组装试错，然后再反复这个过程，每天从早干到晚，有些时候凌晨2、3点还在车间里操作这些机床。当时我看着周围啊，我的同事一篇一篇文章的发表，感到非常的失落，甚至有些自我怀疑。我向往了这个顶尖的研究组，他的科研难道就是这样？非常不理解。但是很快呢，我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个科研设备，它也是从一件的小零件组装起来的。只有当你自己能够对你的这些零件每一个细节把握得到极致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让仪器的这个整体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所以当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啊，我反而加快了这个研发的进度。这段经历对我回国之后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风格和品味，所以说影响是非常的巨大，也为我们以后发展新的技术去看水分子的图像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我回国之后加入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材料中心，这个中心当时是刚成立，没有实验室，所以呢我就加入了这个我们中心实验大楼的这个设计和这个楼的搭建，还自学了很多的这种土建和土木的一些这种知识。当时就有很多人说你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大楼的修建上面，很有可能最后会耽误啊你的科研的这个产出。任何事情我在想其实都有两面性，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在地铁4号线的旁边，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所以这个地铁啊会产生很大的震动，这个震动对我们这个显微镜，尤其是原子级分辨的显微镜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正是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加入到这个大楼的修建过程之中，才有可能从大楼的地基开始去考虑减震，然后最后通过一级一级的逐级的减震，最后将这个地铁这个震动的影响减小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同行啊都感到不可思议。据我所知，我们的实验室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这种地铁站旁边的一个高分辨的扫描探针显微镜实验室。大家通过这两个故事实际上就看到了我们所谓的这些低谷和挫折，大家不要太在意，因为这些低谷和挫折只要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只要内心坚定热爱啊，不放弃你的目标，在某一个时刻，在长远时间来看，这些低谷的经历实际上都会在某一个时间以某种方式来给予你帮助。那么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些目标。我们还是希望在我们看到水的这个结构的这个基础之上，能够解决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优息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将这些高端的扫描探针显微镜把它国产化，来打破这个国际的垄断，助力国家尽早的实现这个科技自立自强这样一个目标。我还更希望能够走进一些无人区，研发一些国外它没有的显微镜，来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更好地理解或操控微观世界的一些规律，甚至能找到超越现在所有理论框架的一些新的规律。那这是我的一个梦想，谢谢大家。
掌声感谢江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吧。在你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100位云端观众也发来了很多的问题，想让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一个机会能让您获得水的其中一种非凡特性，从而成为超人，您最想获取水的哪一种特性？还是想得到水的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特性，它遇到随着容器的样子改变它，而且遇到有障碍的时候，它可以变换东西的形状绕过去。这个是我特别想获得它的灵活性，对灵活性。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在水的这么多特性当中，有没有和您本人最贴近的一个特质和性格？大家都说这个上善如水。对，上善如水，道德经里善利万物而不争，善利万物。所以我不太喜欢去追逐一些热点，所以反而是我喜欢静下心来想一些这种比较基本比较难的一些问题。我没想到您是从哲学的层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若水，也就是说他始终都是在想着如何用自己的特性去给周围的事物带来便利和发展，对，而往往忽略了自己能从当中获得什么。所以我在想，这可能就是所有基础性的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的一个共性，就他们在做的事情，或许你现在看不到立刻的回报，是，但是他在润物细无声地做着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最终有一天他一定会让周围的一切因为这个研究而获得新的发展。说得太好了。今天听完您的开讲之后啊，我也突然想到了两个跟水有关的成语，或者也是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当中我们对于水的最朴素的一种认知，也作为给所有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的一份祝福吧。如果大家都能像江教授和他的团队这样，有着一种水滴石穿的精神、执着和毅力，那么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迎来水到渠成的回报和幸福。谢谢，谢谢江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老师，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陪伴我们这一期开讲节目，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邵老师。水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我们平时最熟悉的水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掌声有请江颖。用什么样的办法让水呈现出它的真实面目？用一根非常细的、非常尖的一根探针去感知、去触摸这个水分子。有多尖呢？大概它的最尖端就一个原子的这样一个层次。所以你们干的是用肉眼基本上看不见的事情。是的，这个就是水分子图像。左边这个呢是黑洞的图像，非常的接近，大自然非常的巧妙。这就是盐的溶解过程，我们可以用这个探针完全的把它控制得很精确，就像一个很小很小的手在表面上去拨动原子。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始终都是在想着如何用自己的特性去给周围的事物带来便利和发展。水的结构研究啊，跟人类的这个生存是尤其相关的，水和生命的关系，海水淡化的氢能，这种绿色能源，也是我们现在实验室正在努力的完成的。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吧，这三个跟大家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够有一些答案。